今天的天气很好，太阳太晒了，所以我们选一个比较阴凉的地方来做节目。我刚才给大家看的呢，是今天早上我和我老公到海边去散步的时候呢，的情景。我们看到了一个救援的直升飞机在那里起降，不知道是谁又出了意外，需要送到我们家附近的医院里面去。你们大家可以看到，人们呢基本上也都出来到处走动了。虽然呢是这样，我们还是保持社交距离，两米的社交距离。大家有意无意的呢都在这样做。小孩子呢可能比较顽皮一点，你让他去保持两米的社交距离吧，他们也做不到。但是呢家长也会不时的提醒他们的。英国呢疫情逐渐的呢在稳定下来了。从新闻里面看到的呢，就是英国的中部还时有时的上升呢下降的波动比较不平稳，但是英国南部呢就是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了，回到了大爆发以前的状态。各行各业呢也开始恢复营业，英国的政策呢是一步一步的恢复。第一个恢复的呢是清洁工，然后呢是酒吧和理发师。虽然呢已经不封城了，但是大部分的企业呢还是选择在家里办公。我刚才跟我的同事联系了一下，他们说呢现在还是没有通知什么时候再回办公室，大家都比较谨慎。在医院呢，我们平时没事的话也不去医院。我老公两周以前呢需要到医院的住院部去，在出门以前呢，我们两个人都要求隔离两个礼拜。我们家的邻居帮助我们买一些生活的急需品，然后呢我老公在去医院之前一天，医院呢还来人给他做了检测，然后马上呢就出了结果，然后他是阴性，所以他就允许去。如果他是阳性的话呢，就不能到医院里面去。下个礼拜呢，我老公要去门诊，他在昨天收到了一封信，要求他要做一个自我的检查。就是如果有线上提及的任何症状呢，也不能够到医院里面去，要及时的跟医生联系，然后大概医生吧再上门来检查，是这样的。医院吧，在疫情期间我们老百姓没事的话也不愿意到医院里面去，所以医院的反而比平时都空了很多。情况呢就是这样的。说到旅游呢，很多人在提到要去外面去旅游呢，因为毕竟关了三四个月了嘛。我们的朋友吧，要去土耳其旅游两个礼拜。我们吧自己住在这里，就是海边，也是一个旅游区，所以去不去旅游吧，对我们来说真的感觉不到。我们家出了门口就是海边，然后呢你说去旅游吧，其他的地方可能跟这里也差不多。在家里吧，我还觉得比较安全一些。我们家的花园呢比较大，所以呢坐在花园里面呢晒下太阳呢，我觉得也挺满足的。至少现在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出去旅行的愿望和打算。